非常榮幸獲得由 AM730、PR Asia 同埋鳳凰港股頒發嘅傑出上市公司大獎。呢次已經係金川國際連續第三年獲得呢個獎項，十分感謝主辦方對金川國際嘅肯定同鼓勵。金川國際係甘肅省龍頭國企金川集團喺海外上市嘅主要資本平台，目前喺非洲南部經營銅鉬礦山嘅開採，是港交所為數不多與新能源行業有關的礦業公司。公司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擁有兩座營運中的礦山，一個興建的項目和一個早期計劃中的項目。金川國際在2019年年底控制的資源量總數為銅470萬噸、鉬45萬噸，儲量總數為銅120萬噸、鉬21萬噸。公司歷史銅鉬產量穩定，在2019年實現的銅產量73,000噸，鉬產量5,100噸，其中被譽為戰略金屬的鉬產量排名全球礦山公司的第六位。金川國際所產出的鉬是新能源電動車裏面的電池的主要組成部分，而銅則為興建新能源汽車充電站所使用的主要材料。未來隨著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及 5G 時代的來臨，為電動車和電池行業帶來極大的機遇，公司將會把握機遇，不斷完善電動車涉及的相關核心金屬佈局，尤其在鋰、銅、鉬的領域。同時，公司將承擔國有企業在新能源革命中應有的使命，加快開發手上所擁有條件優越的礦山，並且積極在市場尋求合併的機會，擴大公司的規模，將公司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新能源上游材料龍頭企業。